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贵州都饮市。说明看一下，点字看手相，等着算命。哦，这走廊两边坐的都是老人啊。现在跑到哪里都是老人多啊。都是老人，大部分都是老人。千家庙，看看看，这是什么的？药方啊。药方啊。啊，送药啊，拿着这个什么药和什么方、这是我的老夫回应的。啊。年轻人也躺在这里，年轻人不知道是没事做啊，也躺在那里。卖的是什么？这是表啊。是表。这多少钱一块啊？90。这边要给你优惠点。哇，这挺漂亮的，才99啊。这个呢？那个要100多。看上去挺漂亮的。这个也躺在这边了，可怜啊。像那些打牌的老人的话，生活条件都是比较好的，是吧？生活条件差的老人的话都要干活嘛，哪里有时间打牌呢？下雨。生活好的老人都是打牌，在这边玩。像这个环保工人的话，他也是50-60岁了嘛，是吧？他一样要干活嘛。收废品的这个捡破烂的，这个是一个真香。
我们要一下。捡破烂这个老人，那捡破烂的就那是捡了一袋垃圾，一袋废瓶子，那一袋废瓶子也卖不了几块钱嘛，是吧？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啊。咋了？